开车带我们去取蛋糕了，生日蛋糕。取蛋糕去了，到巴黎贝甜，那蛋糕店，完了你还可以看看你喜欢吃什么，我们到那儿啊，还可以，那店里老了，你这还可以买点什么好吃的，什么酸奶啊，什么羊角呀、什么那好多好吃的东西。好，离咱们这14分钟。买到蛋糕了、买到蛋糕了，看看姥姥在后头呢，买到蛋糕了。我们开车回去了，去聚会了，吃烤鸭去。去给贝贝过生日去了。还有一杯，等会，还倒水吗？倒了。这边泡着呢。谢谢。真好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再去吧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没事没事，技术差点，祝你健康，祝你健康，包呢，就当着啊，摘上了。哎，来，送你下来是吧？可爱，搁在你的桌子上，搁在哪儿？它给轻不沉，行不？就是不能沉，但是它挺稳重的，是吧？送你小礼物，这好有意思吧？是吧？它粘上了以后，这就是做的。那你就有什么东西就随时的放在这上、你所有的那些喜欢的那些。七九八呀。
展。然后我刚刚一个人吃了一个午饭，然后现在就打算去打卡一些展览。去万象汇吃外婆家一会儿，嗯，吃吃去吃好吃的噻，嗯，过去叫五彩城，哎，你还可以拍一下是吧？嗯，都在拍照。哎，小时候滑冰的冰场。哦，thank you.
说去做了餐厅，还以为自己早到了，然后在那个小红书查查菜，然后发现哎好像不太对劲，怎么找不到这个菜？天哪，我觉得很荣幸，就是经历了就是周周的这个设备更新。对，虽然之前那个 vlog 一个都没有剪出来，那但所以他们这个一定会出现的。好的。那他们之前的变成了，他们变成了我的回忆，我们美好的某一层在心底。对，好意思。你看，快检查一下，逃不掉的橄榄，对，杯橄榄米酒，对，但它也不难喝，这也不好喝。查一下吧。也不难喝，但是有点奇怪。对，橄榄这个，有点像，感觉很梅子的感觉。好酸，我感觉油甘汁有点这个味儿，但它这个带汽水。哦，对。但是为什么这米酒里边有汽水呢？哦，它是气泡米酒，很难评，但是也评还可以，还可以，比橄榄油好。他说一直都画满了，他们画纸就来了。
它的清风牌的原木纯皮。好家伙，你在问我那个笑点。